到底是谁可以拿到这10000元的奖金？ 52.1，2个人好像又回到原来的舞台的样子。如果你要给分数的话，你会给谁？糟了，讲真话，讲真话，这一首我会给潘玉文，因为我觉得他改编处理的非常好。当然，西西也唱得很好，这个都是靠那300位观众。我觉得一个是袁之莹，为一个是耳目一新啊，都各有千秋的。是，厉害厉害，好，恭喜西西，那我们请阿宽老师把10000元的奖金给西西。今天10位选手以歌唱 PK 一决胜负，最高分周冠军将可获得100000元国际品牌水速水香橙机与空气洗净机。演唱分数未达8000分将进入失败区，现场300位观众评审将在最后投票救回失败区选手，累计奖金到达100000分即可发行单曲。 飞哥之王之后，马上来开始比赛。 今天我们第一位参赛者呢，其实他已经有很稳定的职业了。不过呢，现在27岁的他说，其实他在10年前17岁就有唱歌的梦想。我们来陪他一起圆梦，来认识一下张慈倩小姐。我是张慈倩，一个展演空间的业务。看到这个舞台了吗？它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吃饭的家伙。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个舞台无时无刻都演出。 真正想站在舞台上的人，其实是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要当歌手，舞台有了，观众也有了，咦，还有发片的机会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这次我不只要推销舞台，更要推销我张慈倩。 好，小燕姐好，评审好，我是张慈倩，然后我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，有点紧张，来，机会命运，请选择，我需要一个机会，请给我一个机会，我选机会，哦，这次我要告诉我第一个，要啊，Let's go。 28岁的田延梅曾经是房地产业务员，在了解到音乐是他唯一的最爱后，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到餐厅驻唱。所有的努力，就是在等一个能够发片的机会。今天他能一步步朝梦想前进吗？命运是谁呢？哦，他其实是好机会闪过的，痛苦的命运。 可恐怖的命运，好，来来来，欢迎严美，哇，今天严美穿的，小燕姐好，来，严美，请稍坐一会儿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慈倩今天穿这身衣服是要唱什么歌呢？我今天要带来一首经典老歌《夜来香》。哦，对，然后今天一开始老歌的氛围，对对对。 一直以来，我妈妈都还蛮支持我唱歌的。然后之前的比赛都是朋友帮我，就是推荐，就是帮我写报名表。可是我都没有去。当天马上落跑，可是今天没落跑，没有落跑。我站在这边，然后就是想要带着妈妈给我的勇气，然后在这边唱《夜来香》给妈妈听，妈妈。耶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妹妹今天要选的是什么歌呢？带这一首《洋葱》，谢谢。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歌听起来好像旋律很简单，可是唱起来很难唱，很难。为什么？老歌需要很强的气息，因为发觉什么？夜来香。哦哦哦，阳光阳光，慢情嘛，慢情。乖，同意，宽姐同意。乖啊。其实他需要很强的气息 hold 住。你看邓丽君，或是戴蒂，当年那个白光的歌。非常简单，可是他你知道现在的歌都写得很密，反而你的气不需要那么长，可以前的歌都很多的气息，很多的空间，反而需要等一下气要更多。对不起，我有另外一个见解，就是对我就希望听到另外的见解。太棒了，谢谢小燕姐，你的转身太重要了。我觉得是因为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，大家一定会记得这个夜来香是谁唱的最好听，就好像会强迫把自己灌到自己的脑袋里。后来再听到的夜来香，如果没有那个最好听的，就会觉得不够，没有原本的好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词倩很有她的潜力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太紧张了，你越唱到后面你越心虚。简单讲，我觉得两位唱的歌都是难的歌。我觉得洋葱难在如果你一层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，那一句话是经典，但是你中间换了好多的气，我觉得好可惜。那一句如果你唱好，今天分数很高。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前面有点进不去的感觉，太低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前面后面当然越唱越好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歌手为了迁就后面，他要唱的，好前面要唱很低，对，前面就前面。可是牺牲前面，其实有一点怪怪的。小燕姐，洋葱这首歌的音乐 range 太宽了。
阿信在写这首歌的前面是好低，后面好高，就是它等于是神曲来的。好，我们要打分数了，来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。好，谢谢老叔们的击稿。好，接下来看观众的意见了啊，让老师打分数。来，帅哥，你喜欢慈倩还是颜梅的表现？我比较喜欢颜梅。为什么？谢谢。虽然他前面声音比较低，比较 man 啊，因为可能是他衣服太紧了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帮他一层一层，剥开来。谢谢，我是绷带装，可以。哇，现在年轻人都很大胆。对呀、啊，你讲话那么直接呢，对不对？而且那种哪是剥开的，那种后面拉链一拉就掉下来了。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要看啊，哇，你记得你一回一定是夜来香的啦。来，您介意这个慈倩还是颜美表演哈？给你猜对了，我喜欢夜来香。是，你这个曲子如果要表现好的话，就要有一点要黏人家的味道，有一点要这个让人家思念你的味道，哦，又有一点要把你塞奶的那种味道。塞奶的味道，我们爱唱你去哦。所以非常难唱。啊，什么叫塞奶的味道？你也再示范一下不哈？非常难，这个应该要有女生来是来塞奶比较了解。一般评审也确实是说的比唱的好听的，了解。虽然他今天整个表现来讲，他是没有严小姐那样好，但是我这个支持弱者，我还是喜欢夜来香。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咱这是公益活动的，你搁咧支持弱者。啊，就我们那些地阿伯啊，哈，这是什么团队？你们是一个很棒的爱心团队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来自真的是公益的北投哈，中庸里是这个里是好山好水的地方。啊，但是恁这顶是地阿伯啊，是来自中庸里的志工团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欢迎各位，哇，最有爱心的李明啊。好，但是分数如何，终究还是要交给五位老师了。来看看到底谁能胜出，小安姐。好，我们还是要来看分数，分数是